唐高宗李治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学者们对他的评价几乎都延续着传统史书的口径，认为他是个辜负太宗基业、险些葬送社稷的君王。如《旧唐书》里说，李治继承太宗开创的大业，仅是能守成而已。虽然在泰山封禅，但功德不配，留大患于寝室之内，致使庙堂崩毁，亲手埋下的祸根，最终令家国遭殃。《新唐书》则更为尖锐，说李治沉溺女色，已经如履薄冰，却对危险全然不知，最终流毒天下，疑祸家国。这样的评价似乎也跟李治在太子时期常被称作性格仁懦相对应。于是在史书里，作为唐太宗的托孤重臣，又是反对高宗立武则天的长孙无忌，都被视作正面形象，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同情。不过从80年代往后，随着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发生变化，李治的口碑也迎来了一波反转。他究竟是叛逆固执的外甥，软弱惧内的傀儡，还是扮猪吃老虎的精明帝王，亦或者是两种状态叠加的复杂性格？这是隋唐300年新一季系列视频的第二集，我们将带入一名年轻帝王的视角，看他如何在新朝出力的政治军事挑战下寻求皇权独尊之路。视频内容皆取材自正史记载和相关研究著作，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点赞支持。您的每一次视频互动都是我们完成大历史系列的动力源泉。公元649年，唐贞观23年5月28日，一骑羽袭由城南奔入长安，城内六军府立刻调发甲士4000人，由南面的安化门一路沿街警戒至太极宫前。随后皇太子李治在卫戍旧将和禁军飞骑的簇拥下进入长安，在他们身后是太宗皇帝的车驾，仪仗卫士皆如往常，但心思细腻的人还是从中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一来这次皇帝回京阵仗非常，二来皇太子和身边侍卫们的神情都格外紧张。很快太极宫里便传出诏命，加封东宫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东宫少詹事张行成兼任侍中检校刑部尚书，东宫右庶子高继甫则兼任中书令。一时间东宫班底全面接管朝政，其中透露出的政治信息已经十分明显。第二天5月29日，长孙无忌陪同李治在太极殿内正式公开了太宗的死讯，同时宣读太宗遗诏：一、由皇太子继位，军国大事不可停滞，百官公卿需照常处理政务；二、准许在外担任都督、刺史的宗亲藩王前往长安奔丧（括号蒲王李泰除外）。而废太子李承乾不在括号里，是因为他在4年前已经去世。第三条则是全面叫停为再次讨伐高句丽的征兵工作，以及所有在建的土木工程。6月1日，皇太子李治在陵前继位，谥为唐高宗。这一年李治22岁，正是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年纪。他信心满满地按照父亲太宗的规划组建起自己的辅政班底，首先是为自己争来皇位的舅舅，也是太宗钦定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在高宗登基的9天后，他便将长孙无忌由司徒晋位至三公之首的太尉，并再次赋予了他以中书令身份监管尚书门下二省事的权力。长孙无忌对此的反应也很聪明，他坚持辞去了主管尚书省事务的工作，摘下全揽三省的危险帽子，但手里又留下了中书决策、门下审核的实际大权。同时他还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衔稳居宰相行列，这样既避开了专权的舆论风险，又以正一品太尉的身份实际主管朝政。其次是太宗为长孙无忌选定的辅政搭档中书令褚遂良。作为非宗室非外戚的外臣，褚遂良中书令的官职已经到顶，所以李治登基后给他的封赐是提升爵位为河南县公。最后则是太宗留给李治的一道军事保障——李世济。李世济原名徐世济，17岁时投入瓦岗军翟让麾下起兵反隋，
后来李密带领瓦岗军残部降唐，孤军坚守黎阳的徐世绩不久也收到了前同事魏征的劝降信，但徐世绩并没有立刻献土邀功，而是将麾下人口土地的统计结果上奏给旧主李密，由李密抉择是否降唐。唐高祖李渊获知此事后心中不悦，但当使者说明了徐世绩不愿立主之败自为己功的想法后，李渊对徐世绩的好感度瞬间拉满，不仅将他盛赞为纯臣，还封他为黎阳总管、上柱国、来国公，不久又加封为右武后大将军，改封曹国公，并赐姓为李，从此徐世绩变成了李世绩。贞观七年，晋王李治遥领兵州大都督，常年在兵州镇守北方的李世绩便被封为光禄大夫，行兵州大都督长史，名义上成为了晋王李治的属官。贞观十七年，晋王李治被立为新太子，曾作为晋王属官的李世绩也随之进入东宫班底，获封太子詹事兼左卫帅。由于这一操作对李世绩而言相当于降职，因此太宗提前就向李世绩表露了自己的态度：我儿刚成为储君，卿昔日做过他的长史，今日我想将他托付于你，这才如此委任，降低了你的官阶，希望不要介意。为了补偿李世绩，太宗封他为特进，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实权。而太宗之所以在群星璀璨的贞观武将里选择李世绩托孤，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来，到贞观十七年时，曾经参与过统一天下、灭东突厥、薛延陀等多场大战且军功卓著的开国将领们多已步入晚年，而李世绩在他们中年龄较小，能在李治上位后继续有所作为。二来，李治与李世绩有过主仆之旧，最后也是太宗最看重的一点，李世绩忠于旧主。在一次宴会上，太宗便对李世绩说：朕要寻找托孤之臣，思量再三，没有比卿更合适的人选了。卿昔日不负旧主李密，今日又岂会辜负于朕？结合以上三点，李世绩成为了太宗心中最适合辅佐新君的军事人选。但太宗也清楚，李治从来没有到兵州上过任，他和李世绩仅是名义上的主仆，所以在贞观二十三年时，太宗便将李世绩贬为叠州都督，并嘱咐李治日后要重用李世绩，从而树立实际的主仆之恩。于是在李治登基的第四天，一封提拔李世绩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的诏命便由长安发出。与此同时，李治下令全天下名字中有士和民的人都要避太宗的讳，所以从此开始李世绩改名为李绩。六月二十日，还不等李绩从叠州赶到洛阳赴任，新的委任状就已经下达，授予李绩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前后仅十六天，李绩就大步流星地重回宰相行列。三个月后，李绩成为尚书省长官、左仆射。至此，朝政由长孙无忌、褚遂良，军事由李绩，太宗为李治挑选的辅政班底集结完毕。可正当年轻的新皇帝以为自己身边文武兼备、群贤毕至，可以一展拳脚再创大业之时，一封急报却摆在了李治面前：河东地震，晋州尤甚。还不等李治缓过神来，两天后的八月三日，晋州又震。李治连忙派遣使者前往视察灾情，下诏免除当地百姓两年的赋税，并为遇难者家属发放绢三匹以示抚恤。但到了十一月五日，晋州还震，好不容易终于熬过了年底。公元六百五十年正月初一，李治正式改元永徽。正月二十一日，他便迫不及待地将各地来京汇报财政的朝籍使都召集起来。李治对他们说：朕初登大宝，若有不利于百姓之事，卿等要知无不言，若来不及当面细说，可上密奏详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李治每天都要召见十名地方刺史，询问民间疾苦。而正在这时，洛阳人李弘泰突然上奏，举报长孙无忌谋反。李治没有丝毫犹豫，下令将李弘泰处死。接着，原定于当年秋天要为太宗之女衡山公主举办的婚礼，李治也听劝地以孝道至上，下令延期三年。由此不难看出，此时的李治已经由太子阶段的无为，有意转向皇帝阶段的有为。
他通过虚心求谏，团结辅政班底，推崇孝道，力图抵消晋州地震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向世人展现出新君王积极进取的一面。可结果4月1日晋州还是地震，6月12日再震，李治彻底麻了，为什么总是晋州？地震这件事儿放到今天人们都能理解，但在信奉天人感应的皇权时代，天灾往往与统治者的兴衰相关联，尤其是这地震的位置不偏不倚，正好是李治晋王的封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震了足足5次，其中的政治意味不由让刚上位的李治脊背发凉，他再也坐不住了，连忙言辞谦恭地向身边近臣询问对策。朕愧居地位，政教不明，致使晋州地震不止，此皆因赏罚不公，执政失当，卿等当极言得失，匡正过失。其实李治说出这话自己心里也觉得憋屈，他6月登基啥都还没干，8月晋州就开启了震动模式，一直震到现在，政教不明这锅属实是含泪悲伤。因此对于李治的发问，近臣们也不知该如何应答，大殿里陷入了令人发慌的沉默，直到被李治视作心腹的侍中张行成站出来说道：天为阳，地为阴，阳象征君王，阴代表大臣，君应如天一般转动，臣则应如地一般安静，现在晋州地震多日不休，臣担心是女宠干政，大臣阴谋之兆，且晋州本是陛下的封地，如今地震频频，更应多加留意，防微杜渐呐。张行成年少时就被老师夸赞体局方正，即为人性格刚正，后来张行成以孝廉入仕于隋，王世充灭亡后归属唐朝，通过制举以科的考试，他一路从富平县主簿升迁为殿中侍御史。此时正值贞观年间，张行成正直敢言的性格很快便获得了太宗的重用。贞观17年，太宗将张行成派到东宫，担任太子少詹事，辅佐李治。李治对张行成一直恩礼有加，张行成也竭忠报效，因此若论关系亲疏，张行成算得上是李治最信任的心腹。可如今张行成的这番话令没有开天眼的高宗李治顿时一头雾水，哪里来的女夜用事，又是哪个大臣在搞阴谋？李治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下诏让5品以上的官员都上书言事，另寻应对天灾的办法。但很快朝堂中的一些微妙变化就让李治从张行成的话里咂摸出了味道。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上任才满1年的辅政大臣尚书左仆射李济却突然请求辞职。史书里没有记载李济请辞的原因，但从用词上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李济第一次提出辞职。李治多次挽留无果，只好在这一年的10月初3同意了李济的辞呈，令他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3品的身份继续参与朝政。作为辅政大臣，在新君继位的第一年就急着退居2线，于情于理显然都不合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济如此着急辞职？答案随着1个月后监察御史韦思谦的一封弹劾奏书逐渐浮出水面。11月24日，韦思谦上奏弹劾中书令褚遂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恶意收购下属翻译官粟特人史赫丹的宅地。李治令大理寺审理此事，大理丞张山寿判决褚遂良应缴纳铜20斤来抵罪，但大理少卿张瑞策反对说，怎么能罚铜20斤呢？褚令公明明是按官方估价买的，应判无罪。韦思谦得知张瑞策的主张后，立刻上书反驳说，官方估价是朝廷征收土地所用，臣子间的私下交易岂能以官方估价为准？张瑞策屈法徇私，附和大臣，极罪当诛。在这起案件中，主要的违法事实有2项：一、褚遂良利用职务之便低价强买下属的房产；二、大理少卿张瑞策包庇褚遂良，为其屈法轻判。此案发生3年后，由长孙无忌主持修订的《唐律疏议》颁布，我从中找到了适用于此案的条文。《唐律疏议》第148条规定，官员及豪强仗势索取他人贿赂者，按作赃罪简易等处理。条文下又有详细的注释说，将按索取财物的1倍作为量刑标准。
而在做赃治罪一条中规定，所受贿赂一尺判吃刑二十，一匹加罪一等，十匹则判处徒刑一年及监禁于某地服劳役一年，每十匹加罪一等。做赃治罪最高判处徒刑三年，因此第148条的顶格判罚当为徒刑两年。唐朝的刑罚由轻到重，分别为吃、杖、徒、流、死五等，每等刑罚又细分不同的档位。但在古代，法律对统治阶层具有很强的宽容性，在对官员及亲贵定罪前，还有议、请、检、赎、官当等多项可以为其减罪的流程。议包含有八类人：皇帝的亲属、皇帝的旧故大臣、朋友、德行高尚、地位尊贵之人、才能出众之人、立有大功之人、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封爵一品的高官、官员中尽职尽责之人，以及前朝君主的后裔。所谓刑不上大夫，符合这八项条件的罪犯，只要不犯十恶的罪行，即便应判死罪，司法部门都不能擅自宣判，而是要上报皇帝决策。换言之，都有商量的余地。后来干脆变成了符合八义之人，犯流刑以下的，由司法部门直接减刑。而在八义外，还有请章，所包含的范围更广。皇太子的亲属、八义人员的亲属以及所有五品以上官员，都可以由皇帝直接干预减免罪行。请章之下还有减罪，七品以上官员及享有请章权利官员的亲属，若犯流刑以下之罪，则可获得减刑一等的特权。符合议、请、检和九品以上的官员，以及符合减罪的官员亲属，若犯流罪以下，则皆可缴纳罚金来赎罪。最后，统治阶层的官职也可以作为减免罪行的本钱。除特定的罪行外，重罪可以以官职抵罪，轻罪则以罚金赎罪。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上，对于褚遂良这样高级别的官员而言，判罚自然不会太重。大理丞张山寿提出的罚铜二十斤，对应的刑罚是徒刑一年。而张瑞策的无罪辩护则触犯了唐律疏议中的第135条，因向主管部门求情屈法裁判公事者，当判处吃刑五十。原本按大理丞张山寿的处理，褚遂良被罚铜二十斤简直洒洒水，但如今张瑞策的无罪辩护引起了韦思谦的二次弹劾，因此朝廷不得不对此案加重判决。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作为主犯的褚遂良仅是被免去中书令和宰相权力，贬谪为同州刺史。同州即今天的渭南市大荔县，距离长安直线距离仅108公里。这里作为关中门户，军事重地，历来都是高官外任或地方官进入中央前的跳板。但作为包庇褚遂良、顶格处罚也不过是吃刑五十的张瑞策，却因好心办坏事，直接被贬为浔州刺史，即今天广东省惠州一带。在唐朝，被贬岭南堪比流放。重罪主犯罚酒三杯，轻罪从犯却一撸到底。面对如此荒诞的判决结果，高宗李治终于意识到了朝局中的猫腻。透过褚遂良购地案，他不由得去追问褚遂良为何敢职务犯罪，大理寺的官员又为何敢如此屈法包庇，以及最重要的是谁在保护褚遂良，他们跟李济的辞职又是否存在关联。种种信息的叠加，令李治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张行成的话语：大臣阴谋。然而还不等李治对此做出实质反应，在朝堂之外，这位新皇帝所要面临的军事挑战已然拉开序幕。在唐太宗的贞观时代，唐朝对西域的策略经历了从中立观望、扶持尼熟一系遥控，到设立西域都护府直接控制三个阶段。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受唐朝支持的西突厥尼熟系以皮设溃可汗，在与以皮多禄可汗的内战中获胜，从此实力大振。但随着以皮设溃可汗势力崛起，以及同时期唐朝经营西域的策略转为直接控制，导致了昔日的两位盟友如今因各自在西域的利益而关系交恶。于是在公元647年12月，唐太宗以龟兹国中断入贡、不修藩臣之礼为由，决定以武力讨伐龟兹，从而打破以皮设溃可汗对天山南北的控制。公元648年，贞观22年，以皮多禄可汗旧部阿史那贺鲁向唐朝投降。至同年年末，唐军以破竹之势平定燕齐，讨灭龟兹。龟兹王布施弼被押送长安，唐军立布施弼之弟叶护为王，西域各国大受震撼，纷纷向长安投降。
至此，唐朝从西突厥手中夺回了对天山南北的控制权。此后，唐太宗封阿史那贺鲁为尼福沙波罗叶护，令他讨伐以皮社溃可汗，唐军主力则勒石济功而还。尽管此战唐朝大获全胜，但当得胜的唐军返回长安时，唐太宗已经去世。太宗晚年极力加快对外征战的频率，力求为继位的新军创造一个稳定的边疆环境。然而天不遂人愿，太宗终究没能来得及为唐朝的西域战略画上完美的句号。因此，在高宗李治继位时，他需要面对一群受到大战震慑、表面臣服实则内心慌乱的西域各国君主。出于新军出力不宜擅动兵戈，以及经营西域问题需要从长计议的考量，李治与辅政的长孙无忌等人一致决定对刚刚臣服的西域各国做出让步，采取安抚策略以稳定人心。为此，唐廷下令终止了贞观末年在西域设置四镇的规划，并将安西都护府的治所由秋兹迁回西州。公元650年，唐军刚从西域班师不到两年，新立的秋兹王叶护就镇不住局面，导致秋兹国内各酋长互相争权。于是在这一年的8月，李治下诏令战败失国的布施弼返回秋兹为王，来稳定民心。接着在公元651年正月，唐军所立的燕齐王婆伽利去世，李治也是痛快地同意了燕齐人的请求，将当初因对抗唐朝而被俘的燕齐王龙突骑之加封为右武卫将军，遣送回国即位。从后续的史料来看，李治此举并不是完全将统治权交还给西域旧君主，放弃唐朝对西域的掌控，而是李治清楚地察觉到此时西域地区统治阶层内部亲突厥派与唐朝所立新军之间矛盾越发尖锐。因此李治选择终止了太宗设置四镇的规划，来避免激化当地反对派的反唐情绪。接着李治又顺势将已经身无王化的旧君主们遣送归国，既能利用他们的威望镇住反对派，还能继续维持唐朝对西域的掌控。换言之，这是唐朝在无法进一步加大对西域战备投入时所采取的过渡方案。但在这项策略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意外因素——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贺鲁是西突厥乙皮多禄可汗的旧部，但他当初降唐却并非出自真心，而是自己的势力在东被乙皮社溃可汗阻隔，无法西逃，在走投无路之下才投降唐朝。当时正赶上唐军出征秋兹，阿史那贺鲁便殷勤请求作为唐军向导带兵参战。于是太宗补授阿史那贺鲁为昆丘道行军总管，战后又封为尼福沙波罗叶护、瑶池都督。有了唐朝给的军权和认证，阿史那贺鲁开始名正言顺地扩张势力。李治在推行安抚策略时，也将阿史那贺鲁晋封为左骁卫大将军、瑶池都督如故，他希望能借此维持住西域当下的现状。但势力已经壮大的阿史那贺鲁却认为，太宗驾崩、新君继位正是自己脱离唐朝的最佳时机。唐朝廷州刺史骆弘毅察觉到了阿史那贺鲁的阴谋，连忙向李治上表，朝廷派遣通事舍人乔保明前往安抚阿史那贺鲁，仍寄希望于维持现状。在乔保明的劝说下，阿史那贺鲁同意了派遣长子细运到长安为质。李治封细运为右骁卫中郎将，但没过多久，为了彰显对阿史那贺鲁的优待，唐廷便将细运送回到了西域。而细运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劝父亲阿史那贺鲁带领部众向西迁移，脱离唐朝的控制，并加紧攻伐乙皮社溃可汗与双河千泉一带，建立牙帐。阿史那贺鲁闻言大喜，于是自称沙波罗可汗，正式叛唐，原西突厥多禄、努什弼等部落纷纷归附。一时间，阿史那贺鲁拥兵数十万，并于公元651年七月攻打唐朝廷州，占领金陵城、蒲类县等地，杀伤数千人。西域的局面终究是朝着坏的方向迅速发展。为了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李治立刻派左武后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戚必和立为攻越道行军总管，率领秦、成、齐、雍府兵30000人及回纥50000骑兵讨伐阿史那贺鲁。同年12月，楚越部首领朱爷孤注袭杀唐朝昭卫使善道会，与阿史那贺鲁联兵反叛。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3年正月，梁建方、戚必和立抵达西域，阿史那贺鲁闻讯率部西逃，朱爷孤注则孤注已至，决定率部死守崂山阻挡唐军。双方在此展开激战，唐军大胜，朱爷孤注趁着夜色侥幸逃脱，
梁建方派副总管高德义领轻骑兵追击约500里，擒获朱爷孤柱及楚密部石见四金何之鹤等渠帅60余人。此战唐军斩首5000余级，俘敌10000余人，平定了叛唐的楚越楚密部落。然而奇怪的是，在取得如此战果之后，唐军却没有进一步与阿史那贺鲁交战，而是班师东归，西域的战事便暂且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李治在朝堂的处境又面临新的挑战。在梁建方取得崂山大捷仅6天后，正月11日，一个熟悉的人物重返长安，他就是褚遂良。此时距离褚遂良被贬同州刺史仅1年出头，如今他便如休假结束一般重返庙堂担任吏部尚书，并恢复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而更为真实的是，当初弹劾褚遂良的韦思谦则在不久后被贬为清水县令。这样明显暗箱操作的结果，绝非是刚继位正欲有一番作为的李治所乐见的。而如今他已不需要深思，便能清楚地知道背后主导这一切的人只有褚遂良的政治盟友、职权更重的太尉长孙无忌。而当初李绩之所以提出辞职，躲避的正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权贵集团。而且令李治感到无比失望的是，在永徽2年时，满腔热血的李治发现朝中能响应自己进取的大臣寥寥无几。李治因此对近臣抱怨说，朕开谏言献策之路，希望百官能提出可用的意见，然而如今上书虽多，却没有一条能采用的真知灼见。陛下即位以来，政令教化、调适律令皆无缺漏，上书言事者见识浅薄，但他们却希望能通过上书获取重用，因此他们提出的那些改善建议当然没有可取之处。不过广开言路的习惯还是要保持下去，如果言路断绝，下情就无法上达。长孙无忌的话看似是肯定了李治广开言路的举动，可话里话外又透露出墨守成规、皇帝只需垂拱而治的意思。但显然李治并不愿只做一名无情的盖章机器，他需要一个机会来展现自己的能力。于是李治略带不服地追问长孙无忌说，我还听说你所在的官署如今普遍存在讲私情的情况。讲情面尽私情，此自古难免之事，然陛下教化日渐推广开来，人人皆上公允，至于大胆徇私枉法之事必然没有，而小小的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不能避免，更何况臣子偏袒亲戚的情况，臣又岂敢说绝对没有呢？可能长孙无忌说这话时已经忘了不久前因屈法徇私被贬徐州的张瑞策，但最为忌讳的是他在回答皇帝的质询时竟拉着皇帝一起下水，而且这已经不是长孙无忌第一次以长辈的口吻在朝堂和李治对话。虽然李治与长孙无忌有着生旧关系，但在政坛中他们还有一重更为重要的身份，君与臣。本来是舅舅守护外甥，臣子辅佐君主，但可能是李治在亲王和太子阶段的仁诺形象实在过于深入人心，导致即便他现在成了皇帝，但在舅舅长孙无忌的眼里，他仍然是个孩子，是个不太能自立的皇帝。于是当年轻的皇帝正要睥睨天下之时，却发现自己的面前赫然站着一位大家长。加上褚遂良购地案以及这次问答的结果，令李治失望至极。最终雄心勃勃的新君与大家长之间的裂痕逐渐产生，李治开始有意识地要挣脱舅舅的安排。永徽2年正月11日，高宗李治借褚遂良被罢相的机会下达了一封新的人事任命，加封黄门侍郎宇文杰、中书侍郎柳氏同中书门下三品。宇文杰在贞观年间担任过尚书右丞，曾因拒绝江夏王李道宗的私情而受到太宗的夸赞。而柳氏则是李治皇后的舅舅，属于高宗朝的新外戚。同年8月，李治又将于志宁封为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高继甫为侍中，这三人都是李治曾经的东宫班底。公元652年3月，在褚遂良回京担任吏部尚书后，李治又将宇文杰升为侍中，柳氏为中书令，提拔自己人和扶持新外戚，来逐步收回长孙无忌一派手里的大权。李治的计划很完美，但第一步新外戚就先反了水。
李治的皇后王氏出身于太原王氏，是西魏名将王思政的玄孙女。在唐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介绍下，太宗将王氏立为李治的晋王妃。李治登基后将王氏立为皇后，然而没过多久，后宫的萧淑妃便独受恩宠，加上王皇后迟迟没有生下子嗣，导致她在后宫的地位岌岌可危。此时王皇后的父亲已经过世，可以倚仗的唯有舅舅柳氏。于是这对生旧组合提出了各自的应对方案。王皇后的计划我们先暂且不表，在永徽三年时，柳氏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力保陈王李忠为皇太子。李忠是高宗李治的长子，出生于贞观十七年，但他的生母地位低贱，因此在朝中并无依靠。于是柳氏便提出要政治投资李忠，扶持他为皇太子，从而稳固王皇后和自己未来的地位。然而仅凭王皇后给李治吹枕边风还不够，柳氏又向能主导朝政的长孙无忌一派投来橄榄枝。对长孙无忌而言，这样的外戚投资方案他再熟悉不过，而且从长远利益出发，一个没有背景依靠的皇位继承人更是外戚长久专政的基础。只是他所考虑的外戚不是柳氏，而是自己，因此他欣然同意了柳氏的方案。于是王皇后在内，柳氏联合长孙无忌、褚遂良、韩苑、于志宁等人在外，坚持请李治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李治迫不得已在这一年的七月正式立李忠为皇太子。这样一来，原本扶持柳氏、于志宁来对抗长孙无忌的高宗李治被自己人背刺，成了这场政治博弈的最大冤种。而很快，长孙无忌又迎来了一个铲除朝中异己的绝佳机会。十二月十日，蒲王李泰在均州去世，时年三十五岁。紧接着，房玄龄之子房遗直状告其弟房遗爱弟媳高阳公主胡作非为。贞观十五年时，唐太宗将自己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下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这本是一场君主与功臣间亲上加亲的美事。然而恃宠而骄的高阳公主却在房玄龄死后仗着自己的身份屡屡撺掇房遗爱争夺兄长房遗直嫡长子的继承人身份。不堪其扰的房遗直主动向太宗提出让出继承来的爵位，但没能获得太宗的批准，高阳公主也因此失去了太宗的宠爱。不久后，朝中御史在审理一起盗窃案时，在僧人卞基的房中搜出了价值连城的宝枕。卞基交代说，这是高阳公主赏赐给自己的。于是他与高阳公主私通的消息传到了太宗耳中，太宗大怒，下令将卞基腰斩，并连带处死奴婢十余人。从此高阳公主更加怨恨太宗，以致太宗驾崩时，她的脸上也见不到一丝哀伤。高宗李治继位后，毫不收敛的高阳公主一面与擅长占卜的僧人智旭、自言有阴阳眼的僧人惠红以及医术高超的道士李晃私通，还让叶廷令陈玄运刺探宫内情报，僭越观察天文星象。另一面，他则继续鼓动房家兄弟内讧，是要从房遗直手里夺到房玄龄、梁国公的封爵，甚至向李治诬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礼。眼见高阳公主行事越发离谱，房遗直对李治禀奏说，房遗爱高阳公主罪恶深重，臣恐会祸及家门。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考量，李治思来想去，只有让太尉长孙无忌前去核查最为合适。但没想到长孙无忌这一查竟是谋反大案的结果。除高阳公主指使陈玄运刺探宫内情报和僭越观察天文星象这些已经涉及谋反的罪证外，长孙无忌还查到房遗爱的朋友圈也有谋反迹象。同样是娶了公主的驸马都尉薛万彻因不满被贬官为宁州刺史，便私下和房遗爱抱怨说，若家国有变，当奉司徒京王李元景为主。为什么他们要在众多宗室里拥戴李元景？一来是因为金王李元景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房遗泽，双方有姻亲关系；二来则是李元景曾对他们说过梦到了自己手持日月的情景。而另一位驸马柴少之子柴令武也假托妻子巴陵公主身体抱恙，留在长安与房遗爱等人混在一起。结果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的驸马者联盟连同李元景之事尽数被长孙无忌查出。对长孙无忌而言，相比于驸马者联盟所带出来的猛料，高阳公主争爵位的那些事已经不值一提。因为房遗爱、柴令武在太宗朝的立储风波里都是魏王李泰的党羽，
如今李泰前脚刚去世，长孙无忌就有了绝妙的机会将朝中的李泰余党彻底肃清。不过很快，因为房遗爱的求生欲又让长孙无忌在此基础上达成一箭双雕。房遗爱知道太宗当年动过想立吴王李克为太子的念头，长孙无忌因此非常记恨李克，于是房遗爱便想效仿当年何干乘机主动上告李承乾谋反而免死的先例，称吴王李克与他们是同谋。但是房遗爱的算盘落空了，送上门的李克长孙无忌照单全收，邀功免死没听说过。公元653年2月，长孙无忌将调查结果上奏给高宗李治，并判处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死刑处斩，赐荆王李元景、吴王李克、巴陵公主三人自尽。李克在临死前大骂道：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陷良善，总设有灵，当不久足灭之。如果这起案件的结果到此为止，或许还能理解为长孙无忌是在保护李治。然而在处死房遗爱等人后，紧接着就是侍中宇文杰、江夏王李道宗以及左骁卫大将军执事司隶都被指控与房遗爱交好，获罪流放。其中宇文杰是刚被李治提拔的宰相，李道宗则单纯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和而被一起打包处理。面对这样直白的打击手段，或许值得深思的是，已经去世的李泰、一群官二代和驸马们，以及没有嫡子身份的藩王李克，在当时的环境下，真的会对李治的皇权产生威胁吗？所以，这究竟是在保护李治，还是借机铲除异己？房遗爱谋反案后，长孙无忌在朝中的权势进一步稳固。尚书右仆射张行成上表请求告老还乡，李治极力挽留说：“公是我的旧故心腹，岂能舍我而去？”张行成因此继续留任。然而到了9月，年老体衰的他卒于尚书省。褚遂良因此接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并继续主持官员的考核工作。11月，坚持处死李元景和李克的兵部尚书崔敦礼进位侍中。12月，李治的另一名旧臣高继甫去世。至此，李治努力扶持的朝中势力彻底退出宰相行列。长安的朝堂上，李治与长孙无忌君臣二元的权力结构越发明显。外甥是可以听话的，但皇帝是绝不会容许被分割权力的。作为站在古代社会权力巅峰的职业，皇帝只有两种情况下才会接受被大臣分权的事实：一，脑子不好；二是真没有实力争权。所以袁子攸宁愿西下藏刀，宇文邕叫来宇文护读九告，只要有机会，没有一个皇帝会心甘情愿地沦为傀儡。而作为辅政大臣的长孙无忌，其不贪权的人物性格也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漩涡里逐渐迷失。于是这场表面是生旧矛盾，底层逻辑仍然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的将会迎来第二场更为激烈的交锋。高宗李治该如何扭转劣势？伴随着庙堂权争又会引入哪些新势力？敬请收看从初唐走向盛唐第三集废王立武。原创历史视频制作不易，如果您也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请不要忘了点赞支持一下。